个星期第二次故障了。嗯，我也很讨厌下来这里，那些电缆总是损坏。你有听说关于这条隧道里发生的事吗？哎，又是那个传闻，别在这种时候说这事儿了。他们说隧道里有一只怪兽，原本只是捕食老鼠为生，但最近开始攻击人了。怪兽吧，说不定再过不久外星人都会出现呢。哦，你听见了吗？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我们去检查看看。什么？我可不去。放心吧，我也不相信隧道里会有什么怪兽，这可能是电缆出现故障的声音。好吧，我们快去把工作完成吧。看起来像是一颗能量球。那不会是鬼魂吧？快跑！跑啊！阿泽，一杰什么时候才会到呢？他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挺不错的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游乐园，这里就是你们集合的地方，不错呢。你喜欢就好，我们经常都和钢甲人待在这里的。你把希尔斯也带来了呀？那是萨维斯吗？真有趣呀。这都是我设计的哟，这样萨维斯就和其他钢甲人不一样了。那萨维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把它变成洋娃娃了。随你怎么说，萨维斯是我的钢甲人，我爱怎样就怎样。好了，娜娜。对了，一杰，我来让你看看库洛的新装备。好，我也把地雷丝带来了。太好了，快开始吧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你的脚步结构做出来的改良。是的，我尽量简化气压系统，还减轻了整体的重量和能源负担。我常常忘了要控制能源，对我来说力量越大，胜利的机会也就越大。我只能说我们各有取胜的方法。哦，那是肯定的。哦，说到能源，我也该让库洛充电了。什么？不会吧？怎么了？看来又停电了。阿泽，这星期已经是第三次停电了。怎么又停电了？对呀，爸爸。请问你是？爸爸，这是一杰。你好，叔叔。你好，一杰。阿泽，爸爸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你别到处乱跑。知道了。阿泽，你爸爸看起来很强壮啊。对呀，就像库洛一样。可是你就不一样。我也是有肌肉的。可是我为什么什么都没看见呢？我收到即时新闻，看来是有关停电的消息。你们听听这个，地下隧道发现不明发光球体，怀疑是导致电缆损坏的祸首。什么？发光球体？虽然至今仍无法确定原因，但两名曾遭到袭击的电工称它为阿尔法异常体。阿尔法异常体？不会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吧？阿泽，我一向不相信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，有可能是某些人创造出来的武器之类的东西。武器之类的东西？听起来又像是默克集团干的好事呢。默克？绝对有可能，这或许是默克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应该到现场看看，
然后找出事情的真相。啊，现在吗？这不太好吧？我也赞同阿泽的主意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走吧！啊。小心，娜娜，这是磁力火车轨道，它的表面有高电压流动和巨大的磁场，要不是已经失去了电源，我们恐怕已经触电死亡。啊，这东西太危险了。我们首先应该找出发电机的位置。这个地方还真恐怖。放心吧，娜娜，我们有钢甲人的保护呢。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里那么大，我们要怎么找到阿尔法异常体呢？钢甲人，是时候了。一杰，要让希尔斯飞到隧道里面去看看吗？那倒不必。钢甲系统传送。钢甲系统锁定。希尔斯，探测弹已经准备好了，你随时可以发射。知道了。这是干什么？探测弹是一种侦察武器，它能够把四周的环境记录下来，并且将资料显示成一张地图，让我们了解周遭。有些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探测弹在这个地方消失了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攻击它。可能敌人就在那儿。我们快去看看。嗯，你们三个人都到后面去，阿尔法异常体交给我们去处理。明白，知道了。没问题。有光，哦，小心，那可能就是阿尔法异常体。什么东西？像是一颗发光的能量球。千万别接近，我的数据显示前方出现异常巨大的电能。难道这就是阿尔法异常体？上吧，维特。萨维斯，他竟然吸收了所有的攻击，小心！是吧？我被一股巨大的电流冲击，导致系统关闭。它的破坏力好可怕，我们要赶快想出一个办法打倒它。我们的攻击对它完全无效。维特的钢甲之刃说不定可行。哎、维特，我们只有靠你了。没问题。
装甲系统锁定。喂，维特，他会中途转换攻击方向，小心。原来是这样，快离开这里，我找到他的弱点了。阿尔法异常体，他每发出一次攻击，电量便会减低，但这也要很长时间才能耗尽他的电量啊。让我来引诱他，我的钢甲爆裂锤可以挡下他的攻击。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吧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吧，这能吸收电能，不是吗？一点也没错，我们可以利用磁力火车的轨道耗尽它的能量。啊，电源被切断了，轨道上并没有通电。隧道里应该有备用的发电机。备用发电机？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启动呢？应该是被电工关掉了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修理故障的电缆。如果我能找到备用发电机，这个方法或许值得一试。太好了，我们试一试吧。这扇门就快撑不住了。钢甲系统锁定。希尔斯，我们快走吧。嗯。娜娜。钢甲系统锁定。有这个就没问题了。来了。希尔斯，我需要你侵入这个系统。没问题。我们已经快成功了，加油！小心。小心，他要发动攻击了。我们做到了。电源恢复了，萨维斯，快离开轨道。阿泽，你看，轨道开始吸收它的电能。什么？是机器人？啊，他逃走了。萨维斯，走吧，一起上。
来他在补充电能，我绝对不让他有这个机会。维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别过来。再这样下去，这里迟早被他给毁了。我们需要更强的护盾。维特，让我来。娜娜，给我更强的钢甲配件。明白了，让我找找看。机器人，我还以为是默克干的好事呢，但这种机器人怎么会变成有杀伤力的武器呢？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导致系统出现故障。可是那也无法解释它为什么能够吸收电能啊。或许要等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才能知道真相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成功阻止了一场灾难。伙伴们，我们离开这里再讨论这件事情好吗？我不想待在这里。好吧，娜娜，我们走吧。哦，你又赢了。阿泽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只有力量是不足够的？好吧好吧，你是对的，让我重新改良库洛吧。可可你好，你是不是想帮姐姐呀？嗯，我要我要。你们听听这个，阿尔法异常体的新闻终于上网了。根据调查，军方已肯定阿尔法异常体是 M-166 监测机，怀疑是意外触电而导致的系统失常，使它不断从故障的电缆当中吸收电能，因而形成了一颗耀眼的发光球体。M-166 监测机本来的目的是确保隧道的安全，但这个意外却导致它成为了隧道里的一大威胁。军方对此已经做出了调整，从今以后不再使用该监测机，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。阿泽，原来真相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么说，停电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倒不在意停电，我的爱好是不需要充电的。可可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的头在动。啊，可可，你一定是看错了，萨维斯怎么可能自己动呢？对呀，他只是个玩具嘛。